让我投进啦。对呀、啊。你还要再一次啊？啊，你怎么钻到后面去做什么？我要拿一个东西。嗯、啊，这是你的奖杯。哪一个？这里。水壶吗？你看，这是你的奖杯。这样，哇，这是你的奖杯。这是你的球球奖杯耶。上面还有写洋芋片耶，那这个是你的奖杯，是啦，你要颁奖要用手拿啦，然后拿去给学校给老师看，说这是我的奖杯，这个给你啦，你要拿去给小博伟看，说这个是我的奖杯耶。哇，怎么的？这是你的奖杯耶！再来一次哦。啊，这是你的奖杯呢，在这里。我还没赢啊！你又在偷懒了。我还没到七分。那这是你的奖杯。还没到七五分呢、啊。我还没到七五分，哇，又投进，七五分，七五分呢、啊？嗯，七五分。哦，恭喜你达到七五分，这是给你的奖杯。哦，你可以这样子丢哦，哦，丢墙壁哦，啊，小心后面有电视哦。嗯。哦。我接好看。对呀、啊，哦。会玩这个游戏吗？你会玩这个游戏吗？这个很难哦。啊，那你从这里丢才不会丢到电视。来，一从这边哦，从。